OK， 放心啊。OK， 我们先满足我们的媒体大哥们。OK， 好。好，我们需要呢大家的帮忙哈。现在我们请三位呢背对我们的现场的观众，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大合照，好不好？跟现场的朋友。OK， 大家有牌子的举牌子好不好？举高。谢谢，好，谢谢我们的摄影大哥。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马上呢要进行这个签名的动作了哈。接下来呢，在等待我们的这个设备，好，小心哦，这个桌子，大家好。好，以及我们的三位演员可以就坐。好，稍后呢，我们就准备了这个现场的机会，让你呢能够上台来和我们的三位演员呢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而且呢拿到他们的签名彩照。来，好，请三位就坐。好，提醒大家，稍后如果机会上台来的话呢，我们在台上是不允许有摄影的动作的 ，OK？ 好，我们很快呢就会开始让所有的朋友能够首100位能够上台来和我们三位郭羡妮、佘诗曼还有呢陈豪呢，从他们手中拿到这签名的彩照。准备就绪了，但是呢希望呢大家都有机会能够和我们的偶像们呢就近距离的接触，所以我们一次开放大概4位朋友能够一起上台来，好，给我们徐徐的进行这个动作。 OK， 好，好的，我们可以呢邀请台下在排队的朋友可以徐徐的上来了，来，请开始。再次提醒大家，就请你上台来的时候呢，我们是不允许有任何的摄影的。好，谢谢大家，当然记得小心那个梯级哦。这一次呢 ，TVB Star Tour 2009很开心呢，能够请到我们三位的当红的无线艺人来到新加坡和大家见面。就因为你有支持我们 TVB 的剧集，每次呢到这个合法的租赁店呢去查询一下最新的 TVB 的剧集，在新加坡的部分呢，东方天蝎其实就有把这个代理权啊给了超过了100多家的这个店面，能够呢在随处都可以找到呢这个合法的最新的无线的剧集的，所以呢只有呢通过我们这个直接的方式支持这个剧集，才有机会呢让我们的无线的艺人飞到新加坡和所有呢喜欢这 TVB 剧集的朋友呢见个面的哦。所以记得一定呢要支持我们正版的这 TVB 的剧集的。这次呢当然重点哦就有2部新戏在年底之前就会和大家见面，当然呢也听到了陈豪啊佘诗曼有聊到说呢宫心计这部呢以高清拍摄的古装戏呢阵容真的非常的强大哦，除了说有我们的陈豪演皇帝啊，然后呢这次佘诗曼在里头呢也是饰演着刘三好的角色，就希望说呢到底怎么样好在里头争权夺利之下呢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我相信呢是这部戏很精彩的地方，精彩可期了。再呢还有我们的古灵精探 B 啊，这一次呢我们的郭羡妮也在里头呢有份饰演的，而且在续集当中就有了这个 BB 的角色，非常的开心。